位观众朋友，这凌晨有被震醒吗？在今天凌晨2:03跟2:21，台东县接连发生两起地震。首先2:03发生瑞士规模4.9地震，地震深度11.0公里，震央是位在池上乡，最大震度台东县有4级。接下来2:21又发生规模4.3的地震，震央在台中近海，最大的震度位在台东县以及花莲县，震度是2级。幸运的是呢，并没有什么灾情传出。Hello， 我是叶明。想要看到更多更及时的新闻内容，请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按赞、开启小铃铛。